好的，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台北的双层巴士上。今天呢是上路之后的第一个周末，可以看到呢，就算天气非常的寒冷，还是有不少民众跟观光客穿着大衣要前来体验。让我们来听一下民众的说法。视野还不错，然后顺便看风景，有点像国外的感觉。像刚刚好的天气啊，如果夏天的话就可能有点受不了。民众大多觉得呢，这样的天气虽然冷，但是不会太热，还算可以接受，而且视野非常的辽阔，再加上车上呢还有各景点的导览，可以一边兜风一边享受台北的风情。